5班1400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外邊勁得遇就搶咗上去啊，出邊位置仲有炮子彈啊，咁啊見到咧埋邊位置啦，呢只鑽色翱翔三機嘅箭步亦都搶埋上去啦。第四位嘅馬有運來多寶、藍衫、第五一澤千金啊，第六位內欄位置紅帽就安保啦，出邊獵狐者威啊，咁啊再見到好多層嘅馬，第八啦，黃衫紫色帽咧就飛來勁啦，後啲嘅馬合夥咁勁，內欄紫色眼罩一路比緊，出邊有福佑啊，後邊四隻日日狗啦、平山新星啦、尾二紅眼罩好有精神，暫時殿後咧係大面菇嗰只飞力大帝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钻石翱翔占先啊，劲得宇就跟住佢，落后两个马位，响第三位系炮子弹，第四位一泽千金啊，第五位咧见到有运来多宝啦，等入边系安保啊，攞出去啊，咁啊有猎狐遮威福佑啦，后多层飞来劲啊，黄衫紫色帽亦都响攞出去外边嚟冲噶啦，后啲嘅马先见到合伙咁劲啊，紫色眼罩打紧边噶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啦，前面一对斗紧，劲得宇响中间埋边咧就钻石翱翔啊，咁啊见到中间。安保開始追上嚟，馬林中間紫色眼又掙開對手，有合夥咁勁上緊，出邊飛來勁，大外檔咧仲有福佑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仲係日日夠，最後百零米合夥咁勁拋嚟一個新米，外邊啊飛來勁啊，日日夠進佔第三，入邊平山新星，2023年第一炮嘅頭馬係呢只合夥咁勁啊，蘇偉賢馬房，咁啊入彎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已經一路打緊邊，不過咧塌著咗咧，俾佢喺個馬林中間穿插而上。撞開其他對手，咁啊結果就拋甩野馬，而飛來勁咧就跑翻個第二、第三名，日日夠，第四名係平山。